我们用政治、经济下角度来分析台湾的困境，共同找出一种基本有进步的解决可能。大家好，我是新一陈义奇，欢迎来到咱的新一正经说。今日赶快是咱的网络世代微网红张小博来到咱现场，咱共同讨论国际大事啦，小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小博、张博洋，贵客是这刚丁书，但是我今嘛呢是这个台湾激进新闻部的副主任。OK，一起我们哈、喔、这个过去很常讨论这个美中贸易战嘛，是那美中贸易战其实到现在已经算是这个全面升级当中、喔、啊啊，但是哈、喔、美中贸易战来的其实慢慢啊演变成功，所谓的科技战啊、哈金融战啊、嗯、<哼>经济战啊，形成功是这这个军事上面的竞争。<對>不过哈、喔，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啊，他们到底这中间的冲突，他们的根源是什么？哦，到底是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文化上的，还是经济利益上的，还是怎么，还是文明上的？<是>哦，这个名字咱是毋是其他列党来共解？是小波，你个问题非常的犀利。其实，迄个美国吼，还是西方世界一定因为快到迄个美中的迄个对峙已经全面性的时阵吼，啊<是>，而且诶变持久战，因开始在探讨讲到底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对立呢？ 冲突，伊个根源是虾米款的性质的对啊啦吼，虾米款的性性质，所以呢，伊个根源的性质，我改做一个表格，做整理。比如讲，有意识形态顶管的，是吼啊，意识形态顶管咧是自由主义加共产主义啦吼、嗯、<哼>啊，这个物件就是讲真理，大家对真理的想象无共款的坚持啦吼，嗯、过去领证就是安尼。比如讲制度顶管，比如伊是民主制度，中国个吼，中共这是独裁啦吼，嗯、啊這个制度的诶，迄、欸那个迄、那个的对啊，比如讲，因在做民主化，内靠我做改变，好、嗯，这冲突。 就是制度上，啊，佮有听讲有文化上的，比如讲，这个东方哦是集体主义，啊，西方较个人主义就对啦，吼。啊，另外一种是文明上的就对啦，吼。或者西都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佮中华文明的对立呢？哦，啊，佮有一种是文明佮野蛮，根本唔是文明不同的文明，是一个叫做文明，一个叫做无文明，叫文明野蛮，也有这种说法。啊，佮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战略上，比如讲，美国是现有的霸权，中国是崛起中的霸权，哦，现 现有跟崛起中的霸权，哎，必有一战哈。嗯、<哼>啊，这个表格我整理列后点对,对，其实拄啊好，今年四月二十九号，<是>其实美国有引起一个小小的风波，就是像咧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室的主任叫<是> Kiran 的一个叫 Skinner 哦，斯<嘿>金纳的一个、一、那个、一、那个主任的对啊哈，伊讲<是>三点啥，甲中国斗争。 嗯，伊一个智库内底好人才多，好伊智库内底发表一个谈话，伊讲吼，甲中国斗争是美国近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是>因为这是不同文明甲意识形态的斗争，哦、意思是讲，他定性中国甲美国之间的这个冲突是文明，吼、嗯喔，不讲文明甲意识形态，吼、喔，啊，伊毋是西方哲学甲历史的产物，像安讲，因为中国。 甲西方的铁血啥物无共款哦，嗯、美中矛盾甲美苏矛盾以前美国甲苏联矛盾无共款，因为美苏拢至少是高加索人是白人的对啊。啦、哦，吼、哦、西方人的对，啊，吼啊美中唔是，因为这是高加索人甲非高加，哇，伊讲到种族起啊呢，有够恐怖，啊，伊即个对立的关系吼，伊有历史上啊，意识形态上、文化上、政略上，因落去归纳入来的对啊。啦，吼，所以吼伊讲吼用咱美国人去理解世界的方式去看待中国，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这。 错误了，对，你用美国人的眼睛看世界，你想象中国人会这样看世界，潘水错了，大错特错。嗯、所以呢，已经为中共哦，是这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威胁。嗯、所以呢正在自信一项。 全面的中国哎，对抗这些政策的地啊哈，所以你为这个所谓的 Skinner 哈，这些持人们这得公布出来的呀？哇哇的讲，这个真的是引起了大家惊讶，讲哇，原来美中之间是文明冲突啊！嗯,嗯哼哼你说到这个 Skinner 哈，他把呃美中冲突说成是文明冲突这件事，其实那个时候哈，在国美国国内其实蛮引发蛮大的争议很多人都批评这件事情。那包含什么？他把美中冲突当成美国跟非白人的第一次冲突，其实这个就會被别人。 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嘛？而且其实历史上也错误啊，因为美国早就跟日本打过太平洋战争是、啊、这样子的一道、啊對了。对 OK, 对对。OK 啊，不过哈，因为他这个争议里面一共有这个文明冲突嘛，啊，我就想到讲，我可以问我的社会学朋友<是>啊，伊就讲哈，这个有一本册叫做《第三波民主化》嗯，啊，这本上就五名哈，啊，来这作家叫做这个 Samuel Huntington，哦、嗯喔，这个这个先生呢、啊，哈，他其实他就有写过这个文明的冲突<是>、喔，这个在马、喔、对，那我们跟听众呃，这個、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哈、喔，这本书，他其实。 是哈，这个他曾经在这个《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 这个叫做《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嗯、那这个文章后来又发展成一本书，哈、哎，叫做《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啊，艺术写的工商，一工哦，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嗯、<哼>意识形态已经不会再是全球冲突的起点哦，哦欸、也不是动力喽，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文化以及宗教，还有本身的这个自我认同，才是冲突的起源。嗯、是啊，易公，工，医药的震惊哦，将不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会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哦，那再来。 他说：“哈，这个民族国家仍是世界上事物当中最强而有力的角色，但是全球的政治冲突将在不同的文明国家以及集集团之间进行。那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后来也证明了，就是所谓的九一一的恐怖攻击嘛。哎，那所以对啊，他就说，那他就预料，他就是预言了说，可能的恐怖冲突啊，包含什么？包含欧洲以及北美的西方文明。” 这个集团，这样以及中国还有中国周边许多的邻国组成的中华文明，这样也有可能会所谓的冲突。好<是>，那的确后来我们刚刚讲到九一一嘛，<是>还有这个伊斯兰国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冲突，其实某个程度上好像印证了他讲的这个东西是确实存在的。是，好，但是其实某某些人有反对啦，他说：“哎，不对啊，那美日的紧密合作，包含台湾的戒备兵驻华，对不对？嗯、这两件事情其实就又反驳了这个亨廷顿的这个论点。” <是>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一起可以，大家跟我们解释一下安、啊，那安呢？是。 即个吼，你头头讲诶讲，就伊伊其实吼，即个什么亨廷顿诶即个文明冲突论哦，嗯、真诶是讲一炮而红，<是>因为后来真恰当，啊那洋洋即个伊斯兰诶即个人吼，啊甲美国即个西方基督教文明无共款诶即个文明，对毋？开飞机再来造炸,炸这个整个双子星吼，撞这个双子星天炮尔即个代志，吼啊,啊,啊其实后来吼，你头头经历已经诚诚水亏，袂歹啦吼。嗯、但咱进一步即个亨廷顿伊讲啥来讲，伊其实伊就举出一个几个。 有的、就是讲文明冲突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历史上的这些恩恩怨怨啊，历史事实啊。嗯、第二就是讲哦，世界变小，因为进地球村嘛，<是>所以文化接触更密集，更密集了，知道吗？产生摩擦了。嗯、<哼>啊，个有现代化个社会变迁，宗教填补了人从传统中诶、那個，所以宗教的冲突，因为九一一的讲的嘛，伊斯兰教跟西方的基督教的一个冲突会再现。嗯、啊，个有的是讲哦，有做者。 非西方诶，国家讲全球化不应该只是西化等等之类的，那、啊、个文化差异很难改变呐、啊，经济的区域主义啊等等之类的，哈啊，所以一即个过程当中其实拢会产生着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啦。嗯嗯但是呢，你知影无？咱回过头来，都大公到這 ner,，即个 Skinner 啦，哈，即个所谓的主任伊个政策规划师的主任的时阵吼，伊细鬼分料吼，伊的发言批判料偌粗鄙呢？ 两礼拜了，哦，中共呢，因的所谓的文化，把在拢伊呢这的官媒内底，因的官媒里底有一个物件讲讲哦，你讲斯金勒女士，斯金勒女士，请不要玷污了文明的对吧？好、哦，想到<是>因为刚讲习近平，因为北京举办一个会，即、這个物件叫亚洲文明对话论坛，即、這个亚洲文明对话论坛里底、嗯、对不对？习、嗯、近平有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吼，拄多好，好其实就是要讲。 资金呐、啊，这个 s 是跟呢哎，这个共为文明对下有功，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哦，对吧、哦？哈，你像习近平工讲，认为家啲人种、家文明高人一等，执意要改变啊，甚至来出台其他嘅文明，哈、哦，嗯、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哈、哦。甚至习近平讲，哦，文明哦，冇冲突，只有互相欣赏啦。<是>哦，啊，你像吼，即、這个互相吼、哦，文明要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平等、多元、多向，啊，不应该是强迫、强制的，<是>不应该是单一、单向的。或、哦、<是>公料是在作文笔。 好帅哦、喔，嗯、<哼>对哦，转过来对吼，我去顾一个高大上啦。<好>这个回应仿佛就弄得很像 Skinner 是一个小鼻子、小眼睛的人，<望>然后这对包容万象，你知道吗？是是是是是，所以小伯我做同一的观察就說，就讲哦，习近平的这个文章内底，这个亚洲文明对话论坛内底，这個文章内底说话其实会使做去用那个宣传的对，把他自己又高大上化了、嗯、对吼。<是>啊，所以呢，以这个表面上平等对话交流亚洲文明诶对话来对点对，虽然你引。 照料比斯斯金纳迄个迄个较好嘞，对吼。啊，敢若中国较有利吼，但是其实伊后壁，伊即个亚洲文明对话的后面吼，嗯、我讲你讲，他有几个阴谋。第一个的是讲，我个人认为啦吼，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吼，是习近平，你二零一四年的亚洲新增加协作大会内底，伊就讲要来举行，啊<是>，到今年的这個五月份来举行。但是呢，习近平听讲是安尼啦，吼，但习近平想要搞这个会议吼，也、嗯、美其名呐、啊。 好，伊美其名讲是不有亚洲不同款的文明啦，吼、喔，平等的对话来突出亚洲的色彩和价值，其实是文明对话的幌子之,之下，每个亚洲国家来贩卖和推销中共的中国的价值观。 好，迎<是>来学习中国的这个做法了，对啊，咖也发展模式。想阿讲，如果我咖喱啊，中国是强势，啊，其他亚洲都弱小嘛，强势、嗯、对弱势，当然的是中国单方面输出了，对啊<是>。好、哦，所以你且各有中国特殊的瑞士力呢，好、哦，软、嗯、<哼>中带硬呢，半曲半就推销以所谓的。 中国价值，所以无亚洲价值，亚洲文明都变成中国的去、那、了、個。所以以前有人在常常在迄个 complain 你也跟中国淘掉，对不对？你比如讲蒙古人呢，元帝国，因为伊怕亚中国，但是因为伊通治中国，伊尾啊嘛变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到衰就是安尼了，对 <laughs> <laughs> 你讲听蒙古人抱怨，真的很好笑的，对啊，比如讲习近平宣导亚洲共同体，哈，是不是要含有亚洲国家来拒绝西方文明？ 因为亚洲不同文明呢交流互鉴，将中华文明输出给亚洲各国，把亚洲变成中国人的亚洲。呃、嗯、啊，然后用亚洲来对抗西方，排除西方的电哈。所以我看来，其实中国以亚洲来的、就是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就是、把他的事，个些细汉的考虑摆的对啊。哈啊，但是当然伊是安尼记啊啊，用伊安尼记啊边啊拢伊的细汉圈他的细汉呢，迄个过程当中、嗯、在跟美中进行对抗。 好，喔啊、是想把美国的势力从亚洲里面排除出去。是，他忘了一件事情，美国不是美国给它，是西方的给它，还不是西方的给它，因为后边有普世性。是，咱今朝讲过了，继续来分析。<是>欢迎登来咱新一正金属的现场。 一起，我跟那个有有个地方蛮好奇的啦，就是说美中之间，如果它不是一种我们刚刚讲到不是文明的对抗的话，<對>那美中之间的对抗会不会有这个文化对抗的这个因子在里面？哈<是>，行，那我按你讲哈，是因为我我就发现说文明跟文化的那个差别啊，在于说哈文化是必然有意，好<對>，那这个文明是难免有意。 好，那文化的话必然存异，那文明是最终还会求同哦。<是>好，那在这个这么多的前提之下，如果说这些就是文化跟文明的区别嘛，对不对？那其实中共这几年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在求一个中国的文化，他们有一个特殊性。嗯、<哼>然后这个特殊性，他就说哦，我们这个有特殊性啊，我们不能够接受你们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嗯、<哼>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哦我们的图卡，它里面其实哈中那个胡锦涛啊，其实是在二零一二年。 的时候，曾经在一个会议上，他有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叫做《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OK，这个报告里面，他就提到什么？他提到三个自信哈，中国要有三个自信：第一，道路自信；第二，理论自信；第三，制度自信。是可是哦，这三个自信在后来哦，到了这个。 呃，习近平总书记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他又在把里面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给他加上了一个叫做文化自信的东西。哦、所以，我刚刚才会说，诶、欸，这个文化自信会不会就是中国一直强调它跟西方文明有不同的这个特殊性？<是>所以、哦，哈，习近平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之后。 艺术是啥？我无要甲你西方诶社会生什么普世价值迄套啦，卖甲<是>我讲迄啦。阮中国有家己嘅生活哒、啊。对啊，阮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顶端就是阮有文化嘅特殊性。是啊、哦，对对。所以中国人爱为伊中国嘅即个文化特殊性感到自信的，对。然后伊嘅生活就尼。<是>我甲来讲小波，的确有安尼吼。嗯。比如讲吼，其实我。 古年我就发现古年有一篇文章，迄<是>美国迄个 s e t 诶 s e University，然后叫西东大学。伊来听吼，伊来底有一個期刊，列期刊来底有一篇文章，伊就微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吼、喔、交流方式啊，各有公务谈判、甲私人关系等等的文化表现，对不对？来、嗯、<哼>探讨美国甲中国之间的文化上的差异了，对。<是>所以即个文章来底吼。喔 伊探讨出来嚟讲吼，美国甲中国之间不是意识形态顶关，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但是我看这篇文章的时阵，我阅读这一篇迄、那个迄、那个整个论文的时阵，我是无啥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啦。像他讲呢，嗯、虽然吼、喔，比如讲我是东方的亚洲的台湾人，对，吼、喔，对不对？以文化上理论上嘅卡。 中國的那邊的華人，那係較接近。嗯、但是我又剛剛講我係西方大嘅嗰段時間內底、嗯、<哼>我甲白人的相處，攞較愉快。嗯、但是也甲中國內的嗰相處都哪有哪有，攞會感難料難料。 好，差差、嗯、就对了。甲、嗯、<哼>白人都很舒服。我想奇怪，应该理论上跟他文化上会接近一点。嗯<哼>，但是后来发现讲，并无因为哈，安尼安文化上较接近了，了<是>，安那就,就对了哈。嗯、<哼>所以我也刚刚讲吼，这个物件，噶我的日常的，讲我过去的生活经验，其实无感款。嗯哼。 而且我剛剛上解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講美国甲中国之间嘅冲突，嗬定性做文化冲突，有几个可能嘅呢個問題？哦、第一個問題係講，嗬，呢个物件变成講，诶、欸，啊，這唔是就是认可了。 好，肯认的中国定定宣称我阮中国文化有独特性，<是>有特殊性。哎、嗯，安尼、欸、你著画中了他的招啊。<是>第二来讲中国一直坚持伊家的自身发展的些道路，<是>拒绝西方的民主、噶个人的权利的概念，对不对？嗯、因为中国的独特文化。 带出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嗯、<哼>哇啊！那位一变形啊，一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有理了啦。嗯、<哼>哎呦，这样、個、讲恐怖呢。而且哦、喔，中国点影根据文化特殊性的进一步主张上，亚洲文明圈呐、啊，啊，不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嗯、啊，但是因为中国是亚洲来的安尼基老大，嗯、所以亚洲是亚洲人，亚洲的后边的是亚洲是中国人的亚洲。 哎呦，很恐怖呢！啊，所以中国是亚洲最大国家，嗯、所以的变形案呢哈，亚洲老大哈，哎就变成用亚洲作为幌子来跟西方进行叫板。哦，我、嗯嗯、所以外敌围攻，如果把它定性为美中冲突型文化冲突，我觉得会有这些几个问题。是，嗯，根据你刚刚的分析哈，我发现说，如果我们不小心啊，把这个美中冲突变成文化上的根源，那其实我们很容易会让中国找到一些拒绝西接受西方文明价值或普世价值的借口，啊、而且他们很常使用什么中国。 式的相对主义来帮自己讲话哦，然后他们明明就是独裁啊、威权啊、打人啊、杀人放火啊，可是他们说哦，这个是中国式的相对主义啊。我们来看下一个，中国说什么？他说他们的生存权跟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欸、哦。他、啊、怎么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哦、？OK，<laughs> 对啊，你看他们说什么？哎、欸，人权本来是普世价值嘛，<是>对不对？应该有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文化的背景都可以得到普遍的这种基本价值的保障。是可是中国很厉害呢，一定能够给几年生命生存。 存钱跟发展权呐、啊，<是>那为了生存跟发展稳定，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弄在教育营，然后把人抓进去之后，<是>他说什么？<哇>哦，他说在教育营是为了让他们学习这个生存以及发展的这个獲得技能啊，对，技能点啊，帮、哎、<啦>你点技能啊。哎呀，对啊。我到所以说，李伟刚刚讲中国其实充满了非常多的文明上的这种文化上的诡变数，是啊，诡变数里面，然后所以。 如果啦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本质跟根源呢、啊，它也不是文明，也不是文化，难道它会不会是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是，那你再个进一步来探讨。是但是小玻璃头阿讲的生存权跟发展权是因人权呢，因为人权关系啊。尼啦哈。 我咧讲，你个举例，咱顶礼拜，嗯，哦，以即个所谓的美国鹰派甲鸽派那两封信里底，鹰定定鸽派里底，伊后边拢有一个心态，迄、那个心态就是讲，哦，中国要治理十三亿个人口无简单呢，诶 <laughs>，甲这有共款无？是，共款的。所以鸽派伊其实某种程度，美国的鸽派诶，遐所谓的亚洲专家，伊某种程度其实原来拢已经去互中国诶迄个思维渗透影响。 中招了啦！好啊、嗯，但是头多少小波利讲，是不是制度上，是不是意识形态上，和美中嘅冲突的这个根源、啊，都有人这样来做出解释啦。吼、嗯，其实咱的节目里头，定定引用一个我定常讲嘅，就是讲所谓的高级五毛的，即个张维维。哦，张维维是迄个中国复旦大学，迄个中国研究院的迄个院长了，对吼 <laughs>。啊，人拢叫高级五毛，有读册五毛了，对啊。诶，五毛定定拢无读册，啊，后来变成讲有读册五毛了，对啊。高级五毛，啊。 伊个主张咧啥呢？哦，甚至伊个甲美国一个这样出名诶，迄个学者，你知道？法兰西斯福山啦、啊、吼，因来做一个对谈，二零一一年的对谈啊，你知道？伊个甲伊叫板，讲哦，阮这叫啥呢？我迄个张委伟主张哦，伊个是讲我这中国模式。 噶你西方模式吼、喔，这两种制度的冲突不敢款呐，吼、嗯、啊因呢中国的崛起的时候呢，下一下子特车呢叫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所以中国是一种所谓的文明型的国家的崛起，哦、这个过去的历史上拢无同款，谁哪讲呢？嗯、因为呢。 中国贵气时节，古老文明。<是>那古老文明之后衰落了，衰落了之后呢，它、嗯、呢又再度的本来就有文明了，然后就再度的崛起了，对、嗯、啊哈啊，所以呢，已经清朝衰落，进邻噶西方衰落了，对、嗯。所以这类所谓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来的，哈，应该爱得到更多国际的同情、认可、理解，哈、嗯，爱迄、哦、个当中呢，就会偷渡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的，对<是>，请注一一啊工厂，二咱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很。 和谐、王道、和平，不欺负人。说西方都是争斗、争利、嗯，不讲道德，哦、不讲道、不讲德，哇！ 人家公话的后边其实拢是遐讲啥，其实你讲莫济挺多，好像好像也是文明的冲突或者文化的冲突的样子哈。我不晓得，但是因为诡辩术真的很厉害是。是我发现中国人对于这种话术特别有一套、嗯是。是是是。是 OK，不过哈，其实有一些学者啦，比方说这个美国哈，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面有节全球事务告修哈，而且告修叫做布兰兹，那曾经他就说过哦，他说哦，美中的竞争根源其实是某一。 的、呃、这个像是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比如工商一公吼，美中之间呢、啊，其实有担心呐，有一个担忧是说中国可能会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地方地缘上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这个位置。嗯，那中国对于高科技威权，我们之前讲过嘛，这个科技威权的这种全面监控的这种。 这个状况其实也是令这种文明社会来会来担忧的这个部分，是，所以说哈，其实一个崛起的中国，最终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全球性的威权主义的兴起。那它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行进提供低态够伽马五克零 K 有应用点，是，好，所以说哈，认为是意识形态导致美中冲突的学者啊，通常通常是认为说啊，中共的意识形态跟中共的这个传统价值哈是有一点像的，它带有这种威权主义的这个样子。那其实它就有可能会跟我们先来。 看到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产生全面性的冲突，是啊，所以说换句话说然话，我们讲个比较白一点的，哦，刚有讲到这个修,修斯斯底德陷阱论嘛，<是>其实一点是公哦，二战之后啊，见过以这种美国经济为主的这种全球的政政经秩序，这里面呢、啊，后来哎，其实中国慢慢崛起之后，他们发现，哎，有另外一套规则，另外一套制度的这个小怪兽慢慢崛起，然后变成一个大怪兽，哎、啊，变成大怪兽了以后，他会甚至去。 争夺，然后去掠夺这些原有的国际秩序里面的资源、话语权，还有改变原本的秩序。嗯嗯、那这个东西其实哈，甚至你看他们在国外是这样嘛，嗯，国内还会去伤害他们的图波人，伤害他们的维吾尔族人啊。其实当然会跟现在以美国为主这个世界警察的这个秩序哎、欸、发生冲突。 啊，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休斯底德陷阱，因为它迫使美国必须要去回应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威胁。是哦，那所以呃，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到说，哎，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政策规划事务主任一个最最 Skinner 嘛，对不对？伊老公是美中是文明冲突嘛？其实哈、哦，我在想说，他讲这番话的时候，会不会是在影射美国的对中政策有一种转向的味道？是不？唔对，其实是安尼啦。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产生很大很大的结转变了。好、嗯，陶多、喔、其实小伯烈三言两语来的其实一点点美中的冲突已经讲完了，也不要很没有尽到所谓到底是意识形态、文化上或制度上，<是>其实很直白的可以讲哈、喔。比如我们看一下是說，的李工哈，我来直白来理解美中冲突了哈<是>、喔。比如讲其实最简单的嘛，因为中国哈、喔、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了很多的承诺，啊这个加利比利亚它的那个经济体不断的成长，<是>结果呃后来中国发现他当 时所有的表态、姿态、承诺、许诺，拢是为了利用这个西方的世界体系，而不是整合进这个世界体系。所以，咱蒋介石公一滥用了国际的这个体系，然后来壮大自己，甚至输出他自己的那个整个威胁跟渗透到全世界啦。对，好，所以这个当中对不对？到底一个根源美中的冲突？ 好，一些根源是什么样的性质？我认为可能都不是啊、呃。目前哈、呃、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对台湾相盖重要艺术，美中的冲突即将是长期性，嗯哼，而且是根本性。哎、啊，喺、那个当中，咱台湾还能够天真吗？嗯、你知道在美国跟中途啊、呃，中国所代表两种冲突，长期性跟根本性的争夺之下，台湾人未来被做出什么款选择，其实足简单嘅。所以每年嘅选举要選，咩啊算机性嘛是足简单嘅啦。 投乎亲中的人，就是选择中国模式；投乎、嗯、非亲中的人，就是选择继续以台湾为主体，甲文明国际交往的即个道路啦。是，OK，新一真金属，咱下次见。